临溪烧酒档，哎，杨队，快来吃点！来，我们又到了厦门，然后又到了我最喜欢的闽菜系列，一般是厦门人喝完酒以后吃饭，我们来感受一下。我把头发扎起来了，今天我不会再让头发来影响我吃饭。吃点酸笋，肉酸，好吃。酸笋炒鸭腱，鸭腱是什么部位？鸭子腱。鸭腱是鸭的内脏跟肠子连在一起的，跟我们的胃是一个定义。我也百度了，我最喜欢的花螺，后面的部位我是不吃了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妈妈告诉我的。那我现在试一下那个炸醋肉啊，这陈酱太甜了，我要来个原味。我只吃一点碳水，我只吃这一夹，我只吃这一夹。你几天没健身了？四天到五天，好吃，最容易长内脏脂肪的，你千万别吃啊。然后我尝它的锅底，是。虽然叫苦笋，但是有一点回甘，很不错。苦的东西应该都很好，所以要多吃苦，少吃甜，先苦后甜。很鲜，但你要说有什么味道，我也觉得任何味道也行。香煎鱼蛋，不、嗯、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石鲢鱼，哇，这种做法有点好吃啊，第一次吃的。石鲢鱼真的跟豆腐一样，入口即化。这是什么？土鸡。哇、哦，味道把我惊艳。来临溪必点，真的好吃。厦门就是海鲜饼，虽然叫饼，但我觉得更应该叫它大饺子。这个要不是炸的，我觉得我一个人至少能炫4-5个。今天最贵的一道菜啊，焖冬心斑，哇，完美，很嫩，叫不出任何毛病，比粤菜的包要更好吃一点，更保留了冬心斑的原味。哎，杨哥，今天这餐厅这么棒，你是在哪里找到的？跟着抖音过周末，推荐的地方真不错。如果不知道吃什么，点击左下角。